我要是穿真瘦，对，因为一直很憧憬着那个日本的成人式，所以今天带着我的小帮手幕后的李涵涵，耶，我们要去烫头发了，我们要去弄头发，走喽！等一下我的闹钟响了。如果第一次这么细心的话，我的眼妆看不看？我还没晕呢。我们这里可以画的这样子，边画边类似系统的这样。你去擦你的指甲油。耶，已经擦好了。你现在的侧面看起来好像一种诡异生物哦。对，昨天就开始擦指甲油，然后擦到今天都还没擦好。昨天他因为这个很晚睡觉，然后睡了一觉之后。又还是长掉，okay, 你看你的侧面好像很诡异。说谢谢浮雕，你有第一中意的，第一中意的时候是看这个，你觉得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了？好啊，要不要摆到身上看看？好美的，咦，等一下来穿了，看看，等一下要来穿了，别学我，等一下要来穿了，好。侧边看吗？侧边哦，好漂亮！我们之前本来好像是一个大蝴蝶结垂下来，那应该是纹裤结的变化型。它、这种是所谓的变化结这样子，感觉这个比较就是比较滑，对，很适合它。成人式当然要华丽一点这样子。姐姐 Carrie
开心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我来拍还是他来拍，没有光就是。嗯，那么今天的郑秀，要付我薪水？没有，不要。我可以送那个，好啦好好，等一下让你去挑一个东西好不好？付我薪水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一日之旅就到这边了，拜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，嘿嘿，嘿嘿，耶。